身穿红色水袖、白色长裤的韩国女星蔡琳，一身粉嫩的健身机场，立刻被四名白袍战士猛男团团包围。突如其来的热情接机，让蔡琳害羞的点头微笑。蹲下，蹲下，来，不要，不要发出。男包围，接下来100多名的影迷疯狂喊叫，让蔡琳开心的不得了。还有影迷扑上来送上鲜花。由于机场启动 A 级防疫措施，从韩国来台的蔡琳谈到 SARS 疫情，一脸轻松，直说不担心。我说有个神，不会啦，我害怕他不会来了。为新戏宣传，而这也是蔡琳第三度来台。4天3夜的行程紧锣密鼓，其中一站就是要到淡水老街吃台湾传统小吃，利用机会和台湾的影迷做近距离接触。是的， okay， 非常高兴的，蔡琳跟友鹏大哥已经来到我们现场了。对，沙妈还在操作准备，我们先看一下他们今天的记者会，营养会的部分。爱心海，我终于看到你了。首度演出台湾的连续剧，蔡琳为情定爱情海三度来台。在这天的影友大会上，男主角苏有朋还特别献上一曲迎接蔡琳。近距离接触让蔡琳十分开心，学了不少简单的中文，不过偶尔还会被苏有朋取笑。大家好，我是蔡琳。耶，把这鼓励一下。来，有朋。大家好，我是有朋。会，他因为他学中国话也很快，我们之前拍戏很多戏，那有时候我也会偷学他一些韩国话，这样，然后就会有时候会故意求求他啦，发音不标准的啦，这样。苏有朋与蔡琳接连合作两部戏，默契可是越来越好。到大家关心蔡琳是否有了身孕时，苏有朋也不忘为好友说话。아니요뭐두분이무슨일을기대하신지모르겠지만그렇진않고요저번에왔을때는사실조금말랐었어요그러니까결혼식준비하랴드라마하랴하면서몸무게가사실줄기는했는데요사실지금이더좋아요보는사람들은안그러신가봐就我呢我觉得是算是跟他相处最多的人，我觉得他真的肥的时候呢是在杨文虎家的时候，其实这次回来我觉得他是比当时瘦了很多，所以我觉得他是完全没有发胖，而且是比之前瘦了很多。我觉得大家不要再一直说他发胖，这样会把这个来的客人吓回去这样。谢谢娱乐新闻全盲和网线采访报道。好，欢迎娱乐大来宾蔡琳、苏有朋。大家好，我是有朋，我是蔡琳。欢迎两位来到节目。两位好，两位好。对对对，对对对，来，这个是给你们。啊，这是你们的那个情书吗？对对对对对，谢谢谢谢。我们的戏在28号会在华视上片，这样。28号，对，就是后天了，请大家一定要支持哦，耗资斥资上亿元，而且全部都是在希腊拍，对不对？还是全部了，只有 open ending。是后面的 ending。对，可是那个画面出来的感觉很不一样，就是那个空气的粒子就觉得特别干净啊，就是那种不知道，就是感觉很不一样。就是漂亮的地方拍出来，非常美，特别这样。那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情定爱情》大概在讲什么样的那个内容啊？情定爱情海呢，讲一段这个缠绵悱恻、曲折离奇的爱情故事。曲折离奇，对，三角恋，对不对？其实基本上不知道算不算三角恋吧，因为其实里面就是主要是我们两个就是我们曲折离奇的爱情，然后因为有受到上一代的一些长辈的干预这样子，那里面还蛮狗血的这样。对，然后听说很多，因为大陆已经有那个完整的翻版 VCD 已经出来了，哇，这么快？对，然后大家就看着就是泪连连，真的。所以台湾在28号就会开始上映这样子。那我们想要问一下蔡琳小姐啊，就是第一次跟着苏有朋合作啊，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처음으로서수혁씨하고같이이번드라마를찍었는데요서혁씨가好像洋娃娃，对啊，很漂亮。谢谢。他是干什么？我们已经很有默契啊，因为大家相处很久。苏有朋씨요，물론이렇게촬영하기전에굉장히유명한사람이라고는알고있었거든요그래서어느정도유명하니까어느정도터센이있겠구나라고생각을했었는데사람이첫인상이찬데알고보니까참진국이에요너무괜찮아요苏有朋先生在蔡琳小姐跟苏有朋先生一块合作之前
就知道树坤先生是一位很知名的大明星啊。嗯、本来以为会可能会有一些距离感，嗯、没想到见面之后发现树坤先生真的很亲切，很照顾蔡琳小姐。他知道以前有朋大哥是这个小虎队三个人非常厉害的偶像团体出来的吗？对，红很久的一个大明星。知道吗？原来这个东西不可小虎队，小虎队来过，爱笑，知道。要做工作的，真的、啊。那我们今天要有准备，就是他，就是苏有朋的成长史，然后想跟蔡琳一起分享一下，从小到现在。哎呦，来得好，想想，这是蔡琳想看吗？是的，耶，可都没有不能。OK， 那我们来看一下苏有朋乖乖虎的成长史。在我心里面，我觉得一直是有一点遗憾，因为我，但可能大家现在就觉得好像对我的印象是演员的身份比较多，可其实音乐是我一直不能说是痛吧，我觉得是一个难以割舍的一个喜爱。心情是敌人，我不是对手，我一个人也可以活、爱情告诉我世界太辽阔，我没有消息你会不会偶尔也想到我，你快乐不快乐。好的，哎，看着真的很回味，我自己看着都很有感觉，是吗？对，因为小时候就是很喜欢你们。啊、那唱两句来听听。口说无凭，开玩笑。你跟我一起唱什么歌？随便你唱哪一句。真的吗？那你最熟的是哪一首？那你要唱。好，唱一首比较冷门。不要打我，不要整我。没有，我自己忘记。我知道了，来吧，什么什么，周末午夜别徘徊，周末午夜别徘徊，快到苹果乐园来。有。快乐的小孩。答对。好，送你这个徐天爱金海的这个手机链。好，谢谢。手机吊饰。不过我们还有很多周边商品这一次。哦，真的。OK， 然后他们做的也相当精致啊。对。那像就是蔡琳啊，又看到那个，对啊，就是我们的苏有朋大哥啊，从小虎队到现在啊。真是，他刚才讲我讲那么好，你就播这种东西出来。对他之前的那个，就是看到他之前那个成长史有什么样那个感觉。这个视频丢了不是个，对不起，没事的。옛날에 봤을 때는 제가 막 쫓아다녔을 것 같아요. 如果可以回到以前那个时候，他会追着苏有朋先生跑了。啊，原来的电影，他带的时候，他也追着三位小虎队当中，苏有朋先生最棒最帅。啊，他是打算不跟两位合作，就是。好了，其实啊，就是我们对蔡琳的印象，就是她非常的白，然后非常漂亮。她对于说她这次去希腊海洗啊，稍微的晒黑了，比较黑了一点点，对不对？皮肤对。其实他人因为韩国没有那么热，对，晒黑了不少。算是그렇게타본적이없는것같아요所以啊，我们就是准备了，就是鄙人我啊，在那个 Fashion Worker 啊，有在做那个优白大使，然后知道怎么样可以美白，所以我们准备了可以美白的果汁，要请蔡琳喝。好，哇，没有整人哈，没有整人。我们今天准备的那个蔬果汁呢，是像有水果类，有柠檬啊、奇异果啊、番茄、橘子、小黄瓜什么之类，那我们就榨成了一个汁，然后请他们喝。哎，发生什么事了？没有了。好啊，就是希望说你可以赶快恢复到白皙亮丽的那个皮肤。这看起来很恐怖。很恐怖，那大家喝一喝。好，那我们就今天在喝果汁。还有辣椒？没有辣椒，那个是青椒。对对对对 ，special。
那我这边还要再提醒大家一下，是情定爱情海是28号，没错，在华视，对不对？对，华视频道情定爱情海，对，请大家一定要支持蔡琳，支持苏有朋。那我们就谢谢你们，谢谢，休息一下，谢谢。